谁敢动姑奶奶的人？大当家的。有意思，这寨子不大吧？当家的不少。哎，你们寨子娘们说了算。就是。叔叔，同庆寨的，这么玩可不厚道。哎，厚道不厚道，今儿是你们清泉寨的人上赶着来送命，怎么着，玩不起了？玩不起了，你说话呀？那地可就归我们了。想死，姑奶奶陪你。大当家的火气好大呀，这么有本事这局您来啊。东东，过来吧。对，想和我师父动手，先跟了我们姑爷再说吧。你你小子看着没几个岁数，待会儿可别吓破了胆子。愿赌服输啊。你要是赢了，人让你带走。行，你要是输了，人和地我都要了。来吧。这什么妖术？这是技高一筹而已，承让了。罢了罢了，英雄出少年，一块地而已，我输得起。那说话算话啊。就是啊，我不就是块地吗？走走走，走了走了走。别得寸进尺啊。敢耍阴招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登登，你冷静一点，把枪给我。师傅别出人命啊。给我。当家的，别冲动，别冲动。主人算了吧，师傅算了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师傅算了，师傅啊。等他一秒。不走。走走走走，出点意啊，出点意，玩阴的。